大家好，今天分享一个邪门布局，红上马，黑拱卒制马，红马回窝心。这招叫卧心长胆，此时黑如果架中炮，红就上马，黑稳健一点走马八进七，红就兵七进一等他一步，黑一架中炮，红就跃马而出，要踩足，黑如果飞边象，红就进炮塞象眼，如果打空头炮，红上马踩炮，黑炮如果腿一，红马吃足就踩伤了，退两红马就直接蹬了，再架中炮，黑选择炮打兵，红架中炮，黑补象或者补士，红马吃足要踩炮，黑顺势出车，红出车要车马夺炮，黑进炮打马，红马挂角，黑只能出将，红起含车叫杀，黑是如果吃马，红平车将就杀了，黑平炮累到，红平车捉炮，黑退炮视角。此时呢，红旗有一步妙手，弃车砍炮，黑只能穿势出车，红平炮将，只能落势，红进马将，只能穿势，马踩足，落势，马七进八，绝杀无解。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，带你了解更多邪门布局。